今天正影响台北市民用路权的安全。我现在依集会游行法第一次举牌警告你，希望你立刻终止你的绕行行为，立刻解散你的群众。现在时间中华民国101年10月31日10:20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？你说你们只有4个义务律师，那国家用80个律师的阵仗来对付国家，花了1600万，请了80位律师来控告500多人劳工，对，500多人劳工根本请不起律师，有4位到5位的义务律师来协助我们，那关键是没有收我们钱，所以我们那个法律诉讼的过程完全是这样的义务在发挥。那是一个强与弱的对抗，那我们今天是要让社会知道，国家不可以用国家的资源来告公，因为16年前他没有领到退休金，16年后你又来控告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。16年前你告诉我们说你要代位求偿，你要像资方去要，我领不到退休金。16年后的过程中，过去是老板欠，16年变成我们欠国家的。我们不是不还，我们对这种东西是国家的公义在哪？国家不可以用欺骗的方式对付我们。而且16年后这些人16年失业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年纪都是70岁、80，平均最高年纪有到88岁的人，那生活都已经非常非常困苦。那你再告他们，对他们来讲，而且你还要强制执行，扣他的房子，那对他们讲情何以堪？